已经换盆四天的啊，咱们透明盆装的，5月31号换的。我们家这个颗粒土呢，一个多月覆盆，很多朋友是不相信的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是不断的在更新啊，这是四天的效果，四天之后达到什么效果，让到你们看看。那四天呢，那肯定是不可能已经生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剪完之后呢，当时我们是留了很少的土球啊，现在新芽已经蹦出来了啊，十天就蹦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全部有蹦新芽啊，上面都有芽点，全部有蹦出来，有蹦芽点呢，那证明它已经在开始萌发了。我们通过这个透明的盆呢，可以看得到啊，它这个土壤的空隙性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呢里面的保湿度也是非常好的啊，现在的气温是35度啊，但是我们这个现在也就是保持每天一遍水啊，我们在室外养的啊，看一下，我们是在室外台子上面养的。有兴趣一起见证的朋友呢，可以点个关注，10天以后我们继续更新它的生长状况。